拜见师傅。沈素冰背叛丹麦，谭云又在内门杀了丹麦首席和长老，此事触怒了我们丹麦上面的老前辈，上面下令了，让为师尽快除掉沈素冰和谭云，尤其是谭云。师傅，沈素冰和谭云一直龟缩在供虚秘境，那里又有谭台龙坐镇，该如何杀？调虎离山，引蛇出洞，不论你用什么办法，最多1年。 必须让上面听到此二人的死讯。你将此事做好，为师便提拔你到圣门上任。多谢师父栽培。弟子叩见老祖。没用的东西！功勋一脉的一个蝼蚁弟子，竟敢在内门杀了气脉长老。此前他还在气脉秘境杀了你外孙，你连屁都不敢放，实在是奇耻大辱。听着，沈素冰和那个谭云，此二人不死，你就给本尊自裁谢罪。 弟子遵命，弟子恭送老祖。谭云这个小畜生，杀了我外孙，如今又害我陷入危局，我方沧海发誓，定要将此子碎尸万段。 有影，主人，您有何吩咐？想尽一切办法杀了沈素冰和谭云。不，你带人只要见到功勋一脉的人，全都杀了。属下明白。炼魂境8重，鸿蒙霸体也迈入3阶巅峰。灵石可笼罩方圆4800里，灵魂强度堪比神魂境2重。塔内已经过去23年，还剩13年。突破至炼魂境9重需9年，再用1年修炼鸿蒙霸体。 剩下3年，足够完成尊气剑胚第3次锻造。时空宝塔失效了，不是开机2年吗？怎么突然关闭了？所有时空宝塔都关闭了，不是还有9个月才到2年期限吗？ 大师兄，出大事了！首席身受重伤，至今昏迷不醒；二长老也受伤了，卧榻不起。哦，到底怎么回事？1个月前，首席命令二长老带着弟子前往仙门方城，将他采出的灵石兑换成极品灵石，以维持所有时空宝塔开机2年。就在二长老返回的途中，遭到围杀，所有兑换好的极品灵石被抢。 随行弟子全部遇害，二长老拼死才逃出来。首席为何受伤？半个月前，首席亲自前往仙门方城兑换极品灵石，返回途中同样遭到伏击，灵石都被抢了。首席拼死逃回来，一直昏迷不醒。可有查出是何人所为？梦逸，召集所有弟子前来集合。 我先去看看首席和二长老。沈师兄，你是圣洁尊丹师，快救救我师父吧！你去殿外守着，不许任何人进来。好。 万幸，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。女士飞剑，她是被一名女子所伤，素冰已经是神魂境1重，而且将冰清神典第一转修炼到12层，足以应战神魂境4重的对手。看来，想杀她的女子。 至少是神魂境5重。师父，素冰不想死。师父，好徒儿，师父就在这里，你好好养伤，为师会帮你报仇。